看了吧，我肯定跟他是死对头，就趁他们这关系还没有完全稳定的时候，我就要把他绑了紧。你家内姑奶破坏感情，阿拉内姑将来哪有什么幸福？内姑奶会得家里赚钱的老规定，我这个年纪罢了，还吃些漂白的肮脏好意。要你离开帮磊，真的舍得吗？帮磊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我马上就要回台南了，如果相爱，就算台南和天津离得很远，我们的心却靠得很近。那我也很肯定地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，我一定会跟方磊在一起。你是要违背方伯伯的意愿了？方伯伯说了，行了，他说你找他去，跟我没关系。你不是爷们儿。方莹的哮喘是天生的吗？他呀，这哮喘是一种心病，只要他感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啊，他就会感到无法呼吸。喂，方莹。喂，方莹。周日晚间10点，门当户不对。